今日出走终极兵的不敌哦。我父伊本可以吸收东京的土，哼，老夫想再出路的告诉你这个粪台否定再讲，以为自己的跟谁讲为究竟无中悲哀的人受一类是做出你死亡的英灵草魔暖魔天来修的路，我就是天有谁能修呢？无人是说翁文勇已将文惊天以终于来路已惊天已经武器无情无标灵魂随一平春秋俏舞天意之说金鸡行畸形，你记错你弥天之勇，今要了结。我是伏天棒，哦，我当时当面对全民禁止，你也是故意天真哦。做人希望去提东大树叶，去跟新部提出。为人化险，以今天用新教主的义气，是随机点的破开天机闭塞。心中愁如我离魂转体舒缓，该是末日之初。眼神一定，电发速起，阵容顿时相分。以今天。不用心急，伊的对手在身后。王志远，伊想魔魂所控，将七太祖到王志远，我恶魔附体，为你定下了指导弱点。无论你如何挣扎，用在我指教之中，挣脱不得。不可交枪。曾经就有一流医在我怀中失去温暖，我雄心抱憾。如今我就算死，不再让你夺走我心底之人，那就活命争着吧。因为到最后一时的人生命，我实在不得提出意见。天气会失落之前，我今日一日兵刃汹涌，你我可是不受兵刃汹涌，因为在宽厚道地，你毫无胜算。好，这个节目，洪志远定是一将之长，我为敌从，你随即。英勇相敢再现，两人雄心正式呼唤。宽厚道极之专一术法，只要在宽厚道极之中，定法就是对参赛者不好。人生灭浓中之物。天出奇谋，一块是最模式，此人有我牵制，我必小心。我是不敌啊！杨启兵再无不进之处，已经天微风定了，就会高级。
求之必有付出代价。伊的剑也无够来，好。至今心中仍然有手，师叔剑气不由消发。我身为母剑，天赐之子，我剑在你之手，只是浪费。我的日历课，金兵片段无分，就将易经天、易之行复命之阵，你又何以调往？因两败魔术之人，哈！我忘却何敌日，你现在灵识比风，既忙又傲，来，我授你降服灵识。哦，一惊天，十七。易经天的对手你不该灭生，伊可是我所获者末日之初，末日之初，在你天家一人指点出阵，伊可是全庭关键了。易经天败局已定，关就乎你，现在施舍让你一关，武林即将落入凡神一族之手。红船经将文化大开，啊哈哈哈哈哈哈哈！此处同时，武林天会再起，爱河片药，处处金刚顶高。啊！哦。为摧毁之力，我便成就千万万分，这将成为我再造顺道之间的关键。顺道之间，难道你在施主顶临太阴六土之前，想要为这无耻的人生增添一挂乐趣？你想开启红船之门，又行动又行回来，幻想自己有不好人生，前无动动。万鬼小公，今年的滋味何其美妙！